經濟日報社評，中美元首星期二未有事先公佈之下通話，一方面履行了保持開放溝通渠道防範意外衝突的共識，另一方面國家主席習近平拋出前所未有的重話，亦都突顯兩國圍繞科技打壓、經貿限制的分歧正越趨尖鋭。當數被視為美國夾派的財長耶倫今天開始開展的六日訪華行程，亦都事先張揚聚焦所謂不公平貿易行為，更加證明了雙邊緊張關係難望舒緩。指望美國內閣高官如今能夠在大選年仍然密集訪華，可以加強雙邊的溝通交流，防止旗艦繼續失控擴大。信報社評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交戰正陷之際，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的伊朗大使館附屬建築物遭受空襲，伊朗認定以色列是恐怖襲擊的元兇，揚言報復，並且指控美國必須要為這件事負責。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強調，美國沒有涉及襲擊，事前亦都不知情。儘管是這樣，作為以色列盟友的美國勢必是受到牽連，說不定進一步被拖落水，從而會影響今年十一月舉行的總統大選。假如美國和伊朗交戰，情況將會複雜得多，無需為被拖落水負責的特朗普，說不定有少少便宜佔。